自身如毒蛇，如焰劫，如空寂。这身体呀，就像毒蛇一样啊。我们不是讲我们人的身体有毒啊，接一个吻，对方就被毒死了。我们人不是毒蛇啊，你说跟你老婆接个吻，然后老婆就死了，那你自己是毒蛇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身体里面其实到处都有毒，到处都有毒。就像身体好像被毒蛇咬到一样，突然之间就有一个毒蛇咬到你，啊，你就一定要死了。是应该是这样子讲，不是说我们的身体像毒蛇，是你的身体突然之间碰到有毒的东西，你就一定要死了。如焰劫，如空寂。你经常身体也会被脱掉东西，就像有劫一样啊，有这个劫来脱你身体的东西。我是这样子解释的，别人解释我是不管啊。身体如焰劫，我们又不常常去脱人家东西，为什么如焰劫？对不对？一定是你这身体被人家脱了嘛，脱到东西嘛，你身体某一部分不对了，被脱走了，那你那一部分就坏掉了。如焰劫，如空寂。本来你是那假合，本来你就是空的，身体本来就是空的，这个是假我，就是幻，也是空的。